是我，有情况。有情况。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？小童叛变了。一定要亲手交给红军独立团团长吴道成同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要在月底之前送到柴西口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走。哎，范老师，范老师，红秀，我不行了，包袱里有件旗袍，你转交给我的爱人，让他留个念想吧。你快走。要走一起走。糊涂，情报最重要，快走！范老师，快走！快走！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，成功地摆脱特务的追捕，逃出省城。他又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柴西口不远的桃岭县境内。